来，春明，你说谁叫你要来顾教室的？啊？陈元君他们啊。啊，是啊，为什么要顾教室？因为他们怕，被人家偷走。真的、哦？可是我们学校其实还蛮好的。他们顾到一半就跑了。然后就叫你来接手，是不是？刚好做钩锥。然后之后顾一顾，他就叫吴国旭先在这里顾一下，我就下去找东方先生。就来接手是不是？他已经不见了。好，你看，刚好就高G了。好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好像还少一只哎、欸，一只很帅的。你说很大只的、哦？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只很帅。来这里。这只啊，对啊。啊，还有嘞、欸，还有嘞、欸，这里还有哎、欸。来，春明来帮忙拿出来，快点。对啊，可是不到一学期就会被大家换光光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他们那几个女生，他们就会拿分数来跟我换。对了，我以前也有积分数，可是好像都没来换。哎，好好，这个超可爱的。真的哈、哦。拿过去拍照。好可爱哦、来，来录影合照。我还可以那个。还可以怎样？你看这只有橡胶的猴子，我也是有买。在教室里面的时候，你就怎样？这样啊。你就怎样？去年的学长姐是这样，对啊。我说那个香蕉是真的吗？哦，这个香蕉是假的，这香蕉是真的。真的吗？嗯。啊？有真香蕉跟假香蕉？有啊，这是真的香蕉啊，然后这是假的香蕉啊，是我刚吃的啊。啊？这是真的香蕉？啊，不然呢？这个才是真的香蕉吧？啊，对了，这是真的香蕉，是相反的。好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哦，真是大收成。我的学弟吗？要不要来拍个合照来？